我是罗一军，假使讲你是 COVID-19 确诊的人，大部分的情形是当伫个厝诶进行徛家照护诶，请注意自身的症状，加休困。若是有需要，会当甲徛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，也是安排视讯门诊。另外，确诊的人会收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，经过身份核对健康以后，就会当进入系统。提醒你，疫调档的内容一定要写好完整，嘛爱通知做伙住的亲友、公司同事，也是学校联络窗口等等，照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相关的防疫措施，照顾家己，嘛保护他人，让咱疫苗注射者做伙做防疫。